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。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，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，让他们查看一下。好。三号，三号，我是二号，我是二号，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。三号，三号，我是二号，我是二号，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，请查看，请查看。 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帮手了。我？怎么，不明白？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，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，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，一击成功。可你并不知道。 对吗？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。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，你想想，他会怎么对付你呢？你要告诉杜马？那要看你的表现了。如果你帮助我，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反之。 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，而你呢？即使我不杀你，你也会在五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。怎么样？想清楚了？好，我……你可以再想想。哎，我还有什么可想的？好，我帮你。非常好。 跟着我，你一定不会后悔的。不是想后悔，也来不及了。好了，背着步话机，提起行李袋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跟我来。 进来。哦，老张，是小英啊。来来来来来。老张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不，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。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，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。 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，银元黑市假钞横行，物价飞涨，我们却束手无策。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。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？辛亥解放后，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，好不容易安定下来，现在黑帮分子又操纵银元和假币，令物价飞涨。 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上级命令我们
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俄势力，抓捕银元讨击商，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，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。作为铁流小组组长，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。你的心情我理解。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，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，贪功冒进，犯了极左的错误，我检讨。好了，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小英，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，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，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。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，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。是啊，可现在解放了，我们夺取了政权，当家作主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，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，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。哦，我们总是在想，如果完不成任务，无法向组织、向上级交代，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。因此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，失败也就随之而来。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，伤害了一位好同志。想到这些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？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？从现在起，我们要正视敌人，不贪功，不冒进，耐心地与之周旋，争取最后的胜利。老张，我支持你。小英，集合队伍，我们立刻出发，赶往沿江路沙场。沿江路沙场？对。但愿不会太晚。严大哥，我们到这儿来做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引爆线。引爆线怎么会在这儿？刚刚我在车间里安放了炸弹，这是甩出来的引爆线。什么？你在一号地区安放了炸弹？会用起爆器吗？会。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，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。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，懂了吗？便立刻引爆炸弹。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。我能相信你吗？哼，放心吧，我别无选择。我是狼窝，我是狼窝，各地区报告情况。一号地区，
狼窝，一号地区正常。二号地区，二号地区正常。三号地区，三号地区，听到了吗？三号地区正常。四号，四号地区，四号地区正常。五号，五号地区，五号地区正常。十分钟后联络。你们都惊醒点儿。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，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，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。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，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。啊！
有情况！李会长、杜老总，你们看，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。不可能啊！叶春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，空气的封堵系数已经发生改变，有闯入者，这件事可以肯定的。 对叶双鹰来说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狼窝，一号，一号，我是狼窝，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，随意射击。 狼窝，报告情况，报告情况。狼窝，闯入者已解决，闯入者已解决。嗯，怎么样？解决了。叶双鹰，呵呵，除了他，谁还会闯入沙之车间？啊，我去看看。嗯啊，一号，一号，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，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，马上进入车间查看。狼窝，狼窝，收到，收到。 不是叶双鹰，西塔呼叫二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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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叶双鹰，是叶双鹰来了。老总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？ 女子，李会长，有人闯入一号地区。一号，一号，我是狼窝，我是狼窝，有闯入者随意开火，随意开火。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？
肯定是燕双鹰来了，肯定是，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？听听枪声就知道，这小子准备打成筛子了。一定是五哥打来了，橘子姐，咱们动手吧。不行，沉住气，不要着急，大家做好准备啊。嗯。一号，我是狼窝，我是狼窝，情况怎么样？一号，一号，听到没有？我是狼窝，他奶奶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会长，讯道被占用，您喊话，对方听不到，什么意思？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。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。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。是。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，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。你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？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是不相信，你问问他们。是，这他妈邪门，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？杜老总。杜老总。王月，我们还没有撤离，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？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，要我们恢复震动监测呀。你说什么？是啊，刚刚我们用步话机呼叫一号地区却没有回应，李会长这才让我来看看。快跟我来。是。双鹰。哥。你还好吗？你呢？你看呢？九头，大家都还好吧？大哥，放心吧，我们都没事。橘子、丽丽，你们真了不起。事不宜迟，大家赶快离开这里，撤！是，走。你怎么样？我没脸见你，我害了大家。你呀，不需要自责。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。可我好了，有什么提起话回家再说吧。快走吧。老总，他们跑了，一定是燕双鹰搞的鬼。他们从那儿跑了，追！是，走。
拖住他们，立刻带领弟兄们上西塔。我在塔顶放了两包武器，率领大家守住西塔。哥，那你呢？手枪没用的快。都上去了吗？都不吵了，我们俩在这里接应你。好，快走！咱们先撤出去，再想别的办法。嗯，扔手榴弹。好。
燕双鹰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。看起来鲁云飞和他的手下已经死在燕双鹰手中了。什么？还不明白吗？燕双鹰一定是杀死了前去绑架橘子的鲁云飞，而后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，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。我就觉得奇怪了，鲁云飞堂堂红帮杀手，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？哼，事情竟然是这样。好厉害，老总啊，西塔易守难攻，如果强行攻击，损失必定很大。你看我们该怎么办？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-5米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，居高临下组织攻击。啊，这是条妙计。李云娜，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，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。是，去吧。目前打仓库顶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，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，到东塔门前集合。是。还有，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，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。放心吧，他们跑不了。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，重新布置，调集人手，准备攻击。你是不是？啊，我是二师第二巡逻总的。口令。青龙聚会。你兄弟呢？哦，在外面巡逻。老王命令，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。好。啊，是你。你做得非常好。我刚刚接到命令，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哦。热了，天大了，到这儿来做什么？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。
乘风豪去长空里，乘风，乘风撕破旧云裳，直下看。